你回家吧。说好点个大黑鱼来了，正搁那儿炖嘞。呀，菜肴我来了。做好吃来嘞。我去找个袋吧。要帮忙不老师？不用帮忙，咱吃到中了。你中不中呀？我去找人带回来吧，小弟弟好不好？好，你去吧。你这样。以后没事我都过来给你做点好吃，看您现在瘦了，多给您弄点好吃的。怎么了？好，别说了。没事。你的腰好粗啊。吃的太胖了。我走了。你走吧。哎，这怎么来了？没事，正好拐到这儿一趟。给您买个鱼，一会儿炖着吃。啊，那叫我弄吗？不用不用啊，我蒸熟了，你别弄了。都快弄好了，一会儿一炖都中了。啊，真远了，过来才买个鱼。没事，我看咱这儿也没卖这鱼，正好捎一条过来。哎呀，叫你买个鱼来。没事，这鱼都在这底下了吧？啊，都在这底下了。走。啊。做法不一样，我感觉我今天啥也没有干呀。不用干，等着吃个中饭。我要不炒两个菜吧。这一个差不多吧，这个鱼也不小。我要不炒两个菜吧。那剔除算了吧。你说啥老板？我就瞧瞧。马上好。去了，今晚留给恁俩吧。你尝这个汤，看好喝不好喝。嗯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你也太夸张了吧！你就留在俺家当厨子得了，拜、哎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少喝点汤啊。好吃。恁俩晚上睡觉要是热的话，开个空调。哎，有空调开开，空调中还有。嗯，现在还没那热了。太好吃了。好吃多吃点。留在俺家当厨子吧。嗯。